新开播四月初开播的节目，嘉义电视台主持人来甲拍拖着啊，这个全国啊全国咯，看会着。好了，让你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哎，我是妞妞啊，之前是我们台版少女时代七点女生哈，主唱麦柔松呢，因此而呢走红啊。那现在呢，在我们大立电视台119台中岛十二点加两点，刚刚的平寡人，你怎么讲？他的屏东人呐吼，咱的伊个潘春南梅这位主持哦，十二点加两点，啊，咱想要唱歌的朋友啦，想要迄个听唱歌的朋友，会当加两来到我迄个点播，好不好？好，謝謝啊、但是还有一个要求，你观众的耳朵听都清清，你不麻烦你唱《修求情歌》，就在那里啊！我跟俊哥在台上伴舞。啊，真的吗？你们两个确定吗？啊，俊哥，你要认真点。可以。有了，今天艺人很多，风花招狗哈，来老了，那来给林老李听，再来别传来整点去，哎，来我们演唱《修情歌》。好，咱来做回来，祝您大家健康，好运来。